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老陆频道，我是老头 Old Man。今天我们要玩这款游戏，叫做《进击的巨人》啊。老头呢，终于要来玩这款游戏啦！啊，之前呢，很多人呢一直说老头来玩《进击的巨人》吧。我知道有这款游戏，但是呢，我也没有玩的原因其实非常的简单啊，不要一直给我重复啊。会没有玩的原因也非常的简单啊，就是因为呢，老头那时候一直在忙别的事情，没有时间玩。今天终于有办法可以连载这款游戏了。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呢，也希望各位呢，帮我按个喜欢啊，让我们那个喜欢数可以多一点，好不好？啊，观看数也多一点啊，我们就有办法继续拍下一集。那、如果太少的话呢，老头的动力就大减了，就没有办法继续了。所以说，喜欢一定要记得按啊，观看数也希望能够高一点。这样的话呢，老头这个这一集的这个应该是说这个进击巨人的连载的动力就会变得比较高啊。好不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OK， 那我们现在呢，直接开始晋级模式哈。来，我们就直接来这个晋级模式，不管了。啊，直接开打。有看过《进击巨人》剧情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个故事观啦，所以我就不想多说了。然后呢，总而言之呢，这个应该也是会交代一些剧情啊，反正就是原著漫画动画改那个也不算改编，就是完整的剧情啊，所以说他应该都会交代啦。完了后面是不是知道是怎样不晓得啊？啊，那么他说幸存下来的人类建造巨人无法跨越，然后有三道墙啊，那就不知道怎么会有这种巨人的生物啊？啊，三道墙啊。确保成功，确保了安全的活动领域，三道墙阻挡巨人。啊！但是某天，等等，その日、人類は思い出した。那一天，人类回想起，开始了。啊！果然是跟原著有关系，一模一样。他们在控制之下的恐惧，阿斯。啊，这是我们这个御三家。鳥籠の中に囚われていた屈辱を。巨人だ。啊，他其实是来买早餐的，有没有？超大型巨人。啊，加加加加加。哇哦！城墙，哇，巨人都进来了 ！Oh my god！ 穴を開けられた。得了，人类维持了100年的和平，现在即将要被杀戮一场了。连同城墙一并被突破，出现了超大型巨人给毁了。砰！破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失去了两成的人口，也失去三分之一的领土。我们现在剩两道墙了。的，人类觉醒之时，啊，过得太安逸了。这款游戏的游戏玩法类似，因为看公司，游戏公司也知道吧，反正就是三国无双打法啦，只是。变成晋级的巨人的玩，变成晋级巨人的那种模式，在玩三国无双就对了。啊，爽快度呢，我就不清楚啦。あれから2年、志願しなくを出た3人は第104期の訓練兵となり、已经瞬间长大了。啊，瞬间进入状况，剧情跳得还蛮快的嘛。どうした？第104期訓練兵団。ユリス、士兵。しかいないのか。都是没用的废物。立体機動装置を扱えない奴はおとりにも使えん。他の連中も聞いておけ。今の貴様らはせいぜい巨人の餌になるしかないただの家畜。そんな貴様らに我々が巨人と戦う術を叩き込んでやっているのだ。わ。餌のまま死にたくなければ。必死に食らいついてこい。ミカサ。I love you, ミカサ。
我老婆。啊，各位观众不要有意见，那是我老婆。この装置を使いこなせるようになれば、巨人どもなんて敵じゃない。俺は強くなる。巨人を一匹残らず駆逐してやる。いや。まずは立体機動術の基本。移動からだ。開始了，开始了。哦呦，哎呦，哎呦。跑太快了吧？可是为什么只有三十帧 ？Hello。立体機動装置で目標地点まで移動しろ。これができなきゃ。只有三十帧啊。说好的六十帧数呢？哦，好多了，好多了。OK OK， 我们走吧。按下长叉叉。哦，按下框。哦，可以拉这个，非常好。哇，好流畅哦！怎么那么流畅啊？抵达了，也太流畅了吧！我来了。大西嘎达，走掉了。按下上键，瓦斯啊，左右选择左右替换刀刃，按上啊，换刀时间，轻，选择瓦斯，退弹，补装填，呀，集合。これが本日最後の訓練だ。哎，全部都背起来了。総合的な巨人討伐技術を見せてもらう。これから目標が複数体出現する。時間内に可能な限り多くの部位を攻撃しろ。哇，好多巨人。よし、他の奴らより早く目標を見つけて、部位を片っ端から削いでやるぞ。俺が先に目標を見つけたら、要破壊三十五具啊，这麻烦呐。意外とぬるいことを言いますね、じゃん。獲物を奪うのに作法が必要です。そうだ、取られるお前が悪い。我还在习惯。有。苦手だけど、頑張らなきゃ。アルミ、お前ならやれるって。俺も手は抜かねえけどな。还有一只蛮远的，三十五具也太多了吧？好，约翰在那边，最后一座，是我的了。我的。Yeah！六千块！我只打了十八句还是七句而已。今回の訓練の最優秀成績者を発表する。エレン・イェーガー、お前が一位だ。为什么我是第一名？やった！やったぞ！一位だ！各々、今回の結果を踏まえ、さらに。我记得剧情模式，艾莲不是第一名啊！呀，乱来一通。阿尔敏，体力不支倒了。你必须多多锻炼体力才行。立体起動のコツはつかめたか？有，掌握了。いや、対人格闘術ならライナーに負けねえけどな。ライナー。お前だって兄に投げ飛ばされてただろ。来呀，单挑啊！また投げ飛ばしてあげるよ。哦，打起来了。呀，你还是一样冷酷。対人格闘術なんて点数にならねえんだ。どうだっていいさ。じゃあそんなに点数が大事かよ。ちょっと重視点数。当たり前だろ。憲兵団に志願できるのは成績上位10人だけなんだ。成績前十名。啊，他们加入，他们要加入宪兵团。宪兵团是不用在外面调查巨人的，是在城堡最里面。最里面的那一道墙，所以算是最安全的，就不用打仗了。所以他们一直想要加入宪兵团。二人とも落ち着きなよ。
巨人から遠ざかることしか考えてねえ兵士なんている意味ねえだろ。俺は現実を見てるだけだ。お前みてえな死に急ぎ野郎とは違うんだよ。エレン、やめて。やめて。おい、ちゃん。没关系。お前の死亡は調査兵。我要去调查调查兵，我要去当调查兵团。俺は調査兵団に入って、この世から。调查兵团是要去外围勘察巨人的位置，然后以及就是算是类似做那种杀戮这样子啊，啊，跟宪兵团差很多啊。好，我们结束了。哎，我玩的那么烂，居然都 S 是怎样？好吧，我也不多说了，为什么？这就是专业，好不好？好，其实我个人觉得还不错玩，我还在慢慢的熟悉当中，熟悉，我还在习惯。三年間の訓練を終えた第104期訓練兵。这么快我们就毕业了。心臓を捧げよ。心臓を捧げよ。はい。本日をもって訓練兵を卒業する貴様らには三つの選択肢がある。三个选择。壁の強化に努め、各町を守る。强化城墙的驻扎兵团，总共有三个单位。调查兵团就是那个蓝色翅膀跟白色翅膀的，他们要去这个挑战外墙这个巨人的领域，啊，就是要去那边调查就对了。管理人民、维持秩序的宪兵团。これから発表する前十名的人员。10名のみである。クリスタレンズ。クリスタレンズ。サシャブラウス。サシャ。コニー・スプリンガー。マルコ・ボット。マーク・ボト。ジャン・キルシュタイン。約翰。エレン・イエガー。アニ・レオン・ハート。ベルトルト・フーバー。ライナー・ブラウン。ライン。哇，这全部人。ミカサ。ミカサ是第一名。对，我记得没错，他第一名啊。やっとここまでたどり着いた。今度は俺たちが巨人を食い尽くしてやる。把巨人一口气吃光，你这狂妄的家伙！我们居然可以在营地晃哎！在营地内有各种设施、角色对话、外交必进行。问号图示可以触发剧情。哇！我居然是爱莲。好吧，我们做一个问号。总算可以在内地生活了。好开心啊，可以去内地啦！これで一緒に憲兵団に行けるな。内地での安全で快適な暮らしが。ああ、王の近くで仕事ができるなんて。国王这边做事太光荣了。まだお利口さんをやってんのか？おいちゃん。お前おかしいとは思わねえのか。巨人から遠ざかるために巨人殺しの技を磨くなんてよ。今さら何言ってんだ。这就是现实。これが現実なんだよ。俺のためにも。このクズ野郎。其实我觉得这没有对错啊，真的没有对错啊。你要进去是你家的事情。啊，为什么这两个人？应该是说爱莲这个应该算蛮霸气的吧？啊，爱莲想要控制别人的思想。啊，就是那种属于那种就是，自己的都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那种感觉。4年前の作戦で人口の2割以上失って答えは出た。人类赢不了巨人。勝てないと思うから諦めるのか。確かにそれは巨人に対して無知だったからだ。負けはしたが得た情。お前は何十万の犠牲で得た戦術の発達を放棄して内地に引きこもるのか。そんなに外に出たいなら一人で行け。俺は巨人を駆逐して狭い壁の中から出る。我加入调查兵团。调查是什么？调查。嗨，你好。不用再为食物烦恼了。他整天只是想着食物，你知道吗？他根本加入这个叫萨虾的，他加入调查兵团，不是他加入宪兵团。他并不是为了什么，他只是为了吃，好不好？你有遇过这么扯的吗？为了吃啊！啊！
为了吃啊！やった！我们这可以跟那些家伙战斗了啊！怎么会有人突然密我 ？Oh my god！ 等我一下。好，继续。开始吧。啊，为什么一个黑画面这么的喘？哦，这小时候吓死人了。我想说，我跟艾尔米怎么了？啊，这边超虐的、啊，我觉得，好吧，还是让各位看一下好了。阿布，阿布，我马上就救你出去了，阿布。確実に二人だけ助けるか、戦って全員助ける賭けに出るか。试图救出所有人。噔噔。咦，今晚加菜哦！我害怕，我走了。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吗？因为他们这一百年内过得太安逸了，完全都没有打斗过，也没有战争过，所以说他们遇到巨人的时候，全部都怯懦了。啊，这个也不能怪他们，可是这事实就是这么的残酷。就好比我们台湾多少年没打过仗了。如果哪天要我们打仗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应该也会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吧，我是这么认为的。那，那やめな。やめな。哦，走，马上，马上。这也切换的太快了吧！哦 ，Oh my god！ 啊，这应该是第二道墙破了哦。啊，哎，这不是哦，这玛利亚墙，这墙突破了。欸，所以说他是连续两道墙都破了，剩最后一道是不是？好像是欸，有点忘记剧情了。从今天而后，我要把他们从这个世界上全部一个也不留的赶出去。一匹残らず，残らず。好，营地上是有各种装备的配给所。好的，怎么跟他讲完话之后就直接这样子了？我以为要开打了呢，好不好？开始吧。当然，结束。噔噔噔噔噔噔噔，嘿。噔噔噔噔噔，嘿。而且刚好这明年要出二代，有没有？刚好可以直接接，爽！啊，明年出二代，我们一代赶快把它玩完。第一章，绝望之再来。啊死！哈？調査兵団にするって？科尼，科尼，你不是第八名吗？前は憲兵団に入るって。エレンの昨日の演説が聞いたみたいね。昨天的演说啊，就是我昨天激励人心就对了。我应该适合做安利吧。俺は自分で決め。あの皆さん、長官の食糧庫から。真的爱吃哎、欸。できました。そうそう。お前、独房にぶち込まれた。你想被关禁闭吗？後で皆さんで分けましょう。土地を奪還。为什么这里的帧数又掉到三十张了？増えますから。我要切一下，等我一下。ウォールマリア、又正常又正常。ただこってわけか。よし、俺もその肉食う。我要吃这个肉。どいてよ。さあ、作業に戻ろう。
前ら。你们。啊，大家都很想吃肉，这样子，可恶。あれから五年経った。我也要吃，我肚子好饿啊。人類はようやく尊厳を取り戻しつつある。最近恢復尊厳了。勝てる。会赢的。人類の反撃は。人類的反击从现在开始。これからだ。噔。噔噔噔。傻眼，说来就来。哇，马上就踢破了，根本就不堪一击啊！城墙被破坏了，五年的训练，一瞬间，他们进来了。哒啦！駆逐してやれ！一匹残らず！看起来好像加藤鹰哦，你是加藤鹰吗 ？Hello， 开始喽！第一次跟巨人战斗的时候开始了，攻击多部位哦。他还有逐渐回复的再生能力就对了，各部位还有成功破坏各部位，还有可能可以获得紫彩的部位哦，就是他有一些材料会显示在他的部位身上，进行破坏可以拿到就对了。不幸被巨人抓住时，连续按 Y 可以逃离。攻击好烂哦 ！No， 等一下，林北还不习惯。我超弱的儿。抄脚步，抄脚步，抛射钩矛。呀！操作操，操作回旋至巨人背后，冲刺并攻击后颈。哦哟，这样成功了。攻击失败次数一，它还会计算在里面啊。訓練通りやれば十分巨人と戦えるぞ。哇，好大的脚胶！啊，不要再踢了！哇、哦，我受伤了，又来了，又来了。啊！不要！啊！那塞，放我下来！补血时间。あぶねえ。少しで潰されるところだった。このでけえ怪獣が。不行啊，要绕到背后啊！补给兵到战场上来了，用摇杆玩需要稍微一点技巧啊。我在习惯。哦哟，这样就有了中型巨人讨伐成功，大型巨人出现了。
啊你啊喂，我不喜欢那圣啊。こいつはさっきより大きいぞ。一人でやれんのか。补给一下。嗯，科尼也出现了。戦うなって教わっただろ。俺も一緒に戦うぞ。私も行きますよ。好，他这边有宝物。在我军队中有人玩家一起行动的队员，方针进行切换是吧？散开会自动攻击周围的敌人，护卫会保护我军重要士兵避免受伤，集中会配合玩家攻击同一个巨人。哦，在队员中呢，会有那个会在玩家停下脚步时给予道具的角色，还蛮赞的啊。走，我要了。俺とサシャで奴の注意を引く。ヘレクト、お前は同じを狙え。お前ら、行くぞ。抓到你了。哎，让我适应一下。No no no no。ありがとう。みんなでやればなんとかなるもんだな。杀完了，大型巨人不见了。エレン、もういいだろ。壁に穴が開いちまったんだ。我记得剧情里面大型巨人有出现，还要打过啊？怎么在这边不太一样？他的原著有点不太原著哦，有点不同。目標壁外正面。欸，还在哦，我以为已经不在，刚看到洞里面没有脚啊。壁を壊せるのはあいつだけだ。あいつさえ仕留めれば。对啊，我记得对啊，没有错啊，他真的会去挑战巨大巨人啊。来了。よう、五年ぶりだな。五年没见了。こいつ、さらに壁を壊す気だ。哇，受大只呢！啊，不要！那我要怎么办？超大技能利用蒸汽防御全身，那我要怎么办？固定炮台这个吗？欸，我站在上面欸。好哦，用炮台射他是吧？使用炮台时啊，L 或 R 操作准心，站一下 Y 就能发射。发射哦，他完全不会动，像死人一样。攻击他的脸部，射爆你的头头。有，成功阻止。有。他的左右是相反的，弄得我好痛苦哦。両腕を振り込んだ。両腕を攻撃して、攻撃を食い止めてやる。哎呀呀呀！我要去改一下设定啦。操作按钮设定。不是这个，不是这个。镜头设定，炮台它居然用颠倒，我真的是很不舒服啊！你不要炮台都颠倒好不好？这样我怎么瞄？哎，我成功吗？哎呦！
降好多了。没事弄个颠倒干嘛啊？这样我好射多了。攻击超大型巨人的手部。喂！都是因为你人类才会死掉的，别想逃！好，不用了，他已经躺了，往后走了，成功。作战顺利，被击晕了，砍爆你！哎，不见了。哦，消失了！呀，超大型巨人が消えた！消失的无影无踪啊！デレ、お前が倒しちまったのか？違う、五年前と同じだ。あいつは突然現れて、突然出现，消えた，又突然的消失。すまん、逃した。何謝ってんだ？俺たちなんて全く動けなかった。何してる？超大型巨人出現時の作戦はすでに開始している。直ちに本部に戻れ。はっ。はっ。おい。哎呀。SS。呀。再这样下去，城市就不保了。哦，我的回合。好啦，我们今天差不多也玩到这里了哈。那这个晋级的巨人呢？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呢，也希望呢你们呢在这影片的下方按个大大的喜欢，让我知道这个系列可以继续进行下去啊。或者以及就是这个观看数呢也希望高一点，这样子的话呢，会让我有更有动力看那个拍这部影片哈。那么今天就到这啦啊，我们下一次晋级的巨人再见了，拜拜。